先发中继许明杰当火旗，让你过去就想坏的，啊你们几个拢啊懂？哎，要从明杰要抽掉，你几个懂？裁判认定你就。情人节，中信兄弟也是很认真的在练球。为了避免本垒冲撞新规定，总教练吴国联昨天特别针对新规定教导捕手如何卡位。除了捕手之外，39岁的许明杰报道后，球队投手战力布局也有了明确的方向。他将是先发和中继之间一直的国旗。他2月12号报道进度虽然落后，昨天首度进牛棚练投，他有信心可以在3月官办热身赛赶上进度。打者部分，今天将首度面对投手练打。17号将进行首场的实战。林志胜虽然较晚报道，但是他在美国有进行自主练习，在进度上没有落后。17号之后也将陆续上场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